OK， 大家好，我觉得今天呢 ，OK， 我们又要来玩我们的桌游。继我们上一次那个垃圾桌游呢被众人嫌弃以后呢，这是我自己去的这个商家看到这个东西，我就觉得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机，我就给它买下来了，好不好？那我称它为干头游戏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只要打到它的头，先起来的那个人输了。那我们这个呢，就是要玩一个这个三战两胜制。那输的人呢，来我们的这个爱的小手就是给他取一轮，就是用权力。那这个权力呢，就是在红人这位脚抬好之后，就直接这样直接想下去。OK， 我们这是没有在演的，好不好？我们之前这个国中的时候吧，被这个老师打力道大概就这个力道，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就直接这样干下去。OK。那因为我们子恒呢，基本上他是完全不怕痛的人。我们刚刚已经试过用全力打他，他完全没有感觉，所以他就是我们的种子选手。OK， 他等一下跟他打那个人就是那一组人就是种子队，那其他另外四个人就要打两轮。OK， 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进行我们这个 battle 的环节。OK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呢已经分好组别，就是首先是我跟赖永宁对抗三战两胜，然后第二轮就是第一跟小毛两胜两胜，然后最后就是我们锅盖投给我们的这个黄子恒啊。那现在飞耀哥说，我们要PK 了，好不好？三战两胜制，输的那个人就要被赢的那个人全力夯脚。好 ，OK， 好了哦。来，你们外面的喊，谁来当裁判？好，你来当啊。好，要说开始是不是。对，说开始。哎呀，你要记得看谁先弹。对，你们其他人帮我们听一下。好，第一场哦。OK， 好。脚底板小心哦。对啊，第一场哦。脚底板小心哦。我让你直落二哦。好。太赢了，来了，干！我这个力道是这样子哦，干干别打了，是，我要再干下去啊！我们一文输了，直接干一个人啊！来啊！你有没有做报告？有啊，你觉得你有？那我脚力一点，来，我们特写这个画面，那个脚底板，看好了。爆青筋哦！可以 ，OK， 反正我们这一群就是多玩，我们这一群就喜欢玩真的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不玩那种，就是我们出去玩，我们不会玩太疯狂，但是我们会自己私下玩。笑死我了！我们打凶的，我跟你讲，所以我们两个更惨啊，等下打到这边哦，哇，肚子超痛，好想解脱了，再来是换我们这些人啊。OK， 那我们现在一轮结束了，来喽。现在是第一跟小毛开始厮杀喽，待会记得每个人的力道就是这样子，没有在跟你演的哦。OK， 我不演哦，不要放过我，直接不演哦，像我们刚刚看眼球一样，直接不演哦。怪人最容易心软的，你一定要全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进入的主持的环节，各位各位，我们现在呢，现在就是换我们的第一跟我们的小毛直接准备开干，准备开干哦。那我先跟你们讲，就是其实这个你就可以用子连战，用子连战，就像我们刚刚那种打法，要打心理战。OK， 好。来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开始。试探对方，两个人。我还可以假装一个人。哦，一个挡。哦，精彩。这两个人
两队我们要去打脚哦。哎呦，我看还有这招啊！你看也是这样子啊！你看我们俩也是这样子、啊，没有这样抖啊！啊，对对对，哦，战况非常的激烈，我这两个人，嗯，哇！哇小心点，来我们 round two 准备 ，OK round two 准备，怎么 steady 一下 ？OK 两位 OK 两位 OK 了吗 ？OK 两位 ，OK 两位，你现在是非常紧张，对不对？非常紧张，对不对？两位准备就定位，我们准备开始，来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开始。我们第一是非常积极进攻，鬼子心理战。就是在抓一个漏洞的概念，只要有谁防守失败的话，就直接哇破绽出来，直接干一个。哦，小毛你很错哦，小毛很怕的感觉哦。哦，小毛想抓空档，哎，不能太久没出手哎。哦呦，这样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我这有快慢动作，我们这用场外，我们这用场外。来了没？我们这边就要审核一下。我们很专业，还有慢动作裁判哦。哦。同时哎、欸，这同时，这是同时哎、欸。同时的话那。平局，那你就再来输嘞。哎、欸，哪有这样的啊？那没事，那我你输了，不然。对啊，平如果因为硬要算平局的话，他等于说要拿两胜啊。不行啊，再打了。好好，那那么我们问他嘛，因为他这样子算怎么样？你觉得要再跟他让他上诉一把？啊 ，OK 啊，你第一说让他上诉一把，来哦。OK， 我们的慢动作摄影师准备。各位，非常激烈的战况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开始。你们后面一点，等一下他等下怕他甩到你这样。等一下，我反手了，啊，不用了。吼吼吼！我干，没有在演的好不好？你就是给他干下去了。哎、欸，打起有粉哎、欸。打到下面，打到下围，坏了啦，头坏了。哇，我们真的是没在演哎、欸，我们这个时候打超大力。我刚刚是比较准，打到上面，打到打的比较准、啊。对，也是从这边这样子挥过去。对啊，可以。你这样打我痛到吗？撞到撞到一场，刚打到我膝盖，这样子，我滑到膝盖。那样、啊，算了，那再一次，那再一次啊。啊再打一次啊！没有，不能这样子啊！不能再打一次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！好，还是你们两个，等一下谁想要来拜瀑布，我才。哦、你会不会想打他？你想打他吗？我要拜瀑布。你想打他吗？我一定要打到。你想打他吗？我一定要打。你们两个想互打的，会想互打吗？啊！那你们等一下来个拜瀑布，那我们先进入我们这个第三轮，这个。锅盖头跟这个黄子恒也真的不火啊！你们那就是单纯就是两个人的恩怨情仇，那个厮杀一波。OK， 那我们现在锅盖头跟黄子恒进一个 PK。OK， 来 OK 各位，我们现在轮到我们的这个不怕痛男人跟我们的这个锅盖头，我们现在准备进行一个超级厮杀。OK， 我数到我讲开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始了。来啊、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开始。我这两个人战况。直接试探对方啊！哦，耶！哦，怪头直接取胜一场哦，
这一把感觉相当的快。来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开始。卡到，好可惜。啊！哇！乖了，左撇子，乖了，左撇子，左撇子，哎 ，OK 啊，黄枕不怕。对，黄枕，哎，黄枕不怕痛，所以你要用十倍的。对，你要用你五行，你等下你我问你，哎，你这样出力比较大力，还是这样出力比较大力？我觉得我直接给你打好了。你觉得你哪会啊？应该是讲比较大力哦，不然观众会骂哦。对啊，我们说，这演哦，对啊，嘴巴上说全力啊，真的。啊，我是不建议你用黑手法，黑手法，哇，不能夯脸哦，夯脸的话，我们绝不能夯你哦，不能这样子哦，不能这样子哦，不能打好问哦，对，要打准哦，对，全力，要准要全力，五行的威力给他拿出来哦，弯脚夹住，对啊 ，OK 好 ，OK。嘴巴空气突然安静。啊？你是不是在演？你在演？你是不是在演啊？给你打！来了。四百斤。谁啊？你们有问过他的感受吗？来！哇！来哦！打人示范开始。现在这个呢是算是 bonus 好吧，因为刚刚一赖我已经打到第一，他现在要反击，快点啊！不要这样装啊！不是啊，我来试哪个手感。等一下，你在跟我讲哎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要打的话。啊！哇，你刚那一下挺扎实的哦。哦。那我问你，你还想 bonus 吗？你可能等下会，你等下可能会输哦。还是要？还到 bonus 是不是？小马，你还是 OK 吗？哦，可以啊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？因为刚怪头怪头也打完了，我们现在准备进入跟第一要来单挑了，好不好？那等下。谁赢的话就可以跟怪头开干。OK， 那你们等一下待会这个最后的殊死斗就等到我们全部结束之后再来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开放跟第一，然后我跟第一来打一把。OK， 好，来，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你的表情不对，表情不对哦，真的痛，现在还是痛。好了，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来打，就位，哇，你这边秒杀，上座。干，我想说来个出其不意，连点两下，让他直接抓到。抓到这个界技巧了，好吧。而且我刚才有那棍子插到了，sorry， 还是要打好，只有一次机会。像反手打会比较大力嘛，这样比较顺，这样比较干，在这地方感觉那么可怕、哦，雏形啊！不演了啦，夯起来了啦！
我还找着地点呢、欸、哦。哎、欸，你不可以打到我上面的地方哦。我越打越爽。我凹一下脚趾头。全直接爆掉！我看到了，哇！手飞哪去了？你没事干嘛买这个桌游？你的规则是你自己想的。没事自虐你。干你啊！干到小指头。哎、欸，看一下影片，小手飞到哪里去了吗？啊，看。刚刚那个一个抢救完之后。干你他妈！他直接把我，他连上面那个套子都直接打飞，好不好？全力哦，挥到底哦，你不能自己在这边守。超痛！他刚刚是直接干我脚趾头，你知道吗？超痛的！我现在脚趾头还有点那个疼痛感，有点悲然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准备进入我们这个冠军赛。我们冠军赛刚刚是这个第一赢我，对，然后第一跟锅盖头啊，那还是什么声音？你刚擦过我的手哦。第一个，所以先等一下第一个冠，然后打冠军赛。对。OK， 那我们现在，他们现在好像是要练习，等一下怎么打你的感觉。啊。会。OK， 那没有人教他怎么打。你现在教没有啊？等一下会想要赢他、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不是重点。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我们的冠军赛。OK， 那么就是我们的郭外头跟我们的 B 来一把生死之战。OK， 来喽。嘿嘿，这是我谁啊？来，你跟他，你啊，我跟他打冠军赛啊！你们要打冠军赛啊！哦，冠军战的、啊，冠军战的、啊，对。来，看我腰。OK， 来哦，国外头被有压力哦，要像我们刚刚积极进攻，好不好？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开始。很认真，两个非常哦，哇、哦哦，关键的一下 ，OK， 来了，我们现在1-0，1-0，1-0 哦，外头你还是有机会可以追个两场的哦，来喽，来我们第二 round， 来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开始。哦，外头这一把比较积极的进攻哦，哦，来，来裁判，慢动作，裁判。又是同时、欸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、又是同时，欸、同时哎、欸，哇，又是同时哦，来，所以说你这样直接让他 bonus 再上出一把嘞、欸，来，OK， 好，来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开始。哇哦，啊。这又是哇哦！这又是哪一边先呢？我刚刚看哦，你还是同时。来了来了，对，过来了，哦，差了一点点哦。哎、哦欸，你是教官是不是？哇，你很想打哦。哇，抓到了！抽烟吗？不是吧，自残吧？说他自残哦。打比赛要先。真的不会打到脚底板。哇，来一个有 man power 的哦。没有在演哦，没有在演。不演了，直接干起来哦。哇！被麻掉了。哇，好扎实的声音哦，直接干一个。会麻呢。OK。爽。打通体舒畅，打直接活血。OK， 那我们这个干头大赛的冠军呢，就是我们的第一仗，好不好？我们谢谢干头王。那謝謝我们当然有两位第一轮就输，他们两个就是可以有什么从以前就有仇恨、啊，我们说要来 bonus 一下嘛，加码赛，那么还是我们的加码赛这样子，一战
一胜定胜负，要不要？好，但是可以吧？要不要？可以吧？一胜定胜负，刺激哦！可以吧？大家要全神贯注，小马你 OK 吗？赖文明都可以，你可以吗？来，可以，各位好。那我们现在加码赛要开始，一胜定胜负。那一样就挥一下就好，我们不要连打两下，连打太痛，我们打一下就好。OK， 那两位准备好了吗？来啊，好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开始。